这不是我们家露台吗？哎呦，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，远亲不如近邻啊！来，您请坐吧。哎呀，你们家那口子。 有日子没回来了吧？是的，是不是在那边啊？哪边？老蒋那边啊？不，没有，在那边。哦，您可真会开玩笑。他在南方做买卖呢。哦，那就好。 你们家先生不是在银行里做事吗？怎么又做起买卖来了？哎呦，您看我们这一大家子的，靠他那点薪水怎么糊口啊？虽然他做买卖也是外行，不过，哎呦，这男人啊，常年不在家可不行。格格，您啊不能光让他在外面赚钱，什么都不管不顾了。哎呀，到时候啊，他在外面不老实可就麻烦了。 这水龙头啊，真好！哎呀，参观参观你们家小姐的绣楼。哎呦，您家这位小姐呀，我打头碰脸的常见着。 这么多年呀，就是没说过话。这位小姐走在马路上啊，头扬得高高的，目不斜视，凡人不理，跟别人家的闺女啊，可不是一个劲儿。后来呀，我叫人一打听，原来是达华学校的学生。哎呀，是啊，这达华学校的学生啊，就是带着笑，这举手投足啊，总是有那么一股子。 哎呦，那么一股子说不出来的劲儿！哎呦，哟，这闺女长得多水灵啊！这是姐姐呀，还是妹妹呀？妈，那是我姐姐的相片儿。哎呦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哎！哟，这二闺女长得多水灵啊！二小姐，今年多大了？ 妈，我还没有吃饭呢。一会儿啊，是不是凡人不理哈？哎呦，哎，怎么没看见您家大闺女啊？这么多年好像压根就没见着过。哎呦，这说不定以后在马路上碰见，兴许分不出来谁是谁呢哈！哎呦，哎呦，真漂亮！哎呦。 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